天峻县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作为同时被覆盖在两个国家公园范围内，拥有着青海湖源头布哈河的小县城，有着独特的自然优势和重要的生态保护地位。天峻县是已经成立了有一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然后是片区为祁连山南麓片区，因为这个在海西范围内牵扯的是这个天峻占绝大部分，后期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堑湖国家公园也会落地这个天峻县。这样呢，天峻县是一线城市，要包含两个国家公园的一个小县城。那这样的话，天峻县是生态方面是以保护为主，布哈河是这个堑湖的主流，然后布哈河牵扯的这个支流涉及到咱们天峻的九个乡镇，所以说这个后期这个堑湖国家公园审批下来以后，如果牵扯到它的支流的话，那天峻县几乎是以保护水资源为主了。木里二字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位于天峻县北部150公里处的木里镇，是青海省唯一的焦煤资源整装勘察区域，是青海省最大的煤矿区。曾经因大规模非法开采，在一车车煤炭拉运出去之时，留下了一个个令人惊愕的天坑。自2020年木里矿区生态环境三年整治开始至今，矿区的环境和生态有了极大改善，木里矿区的天坑也基本恢复了区域生态功能，生态安全屏障也得到了建立。60名管护员的加入，更是让管护工作落实细化，每天日常巡护，以保证木里矿区的恢复更好。过去这个木里因为这个采煤啊，遭到这个严重的破坏，这个草原这一块。然后这个经过这个三年的这个治理和修复，在这个基本上恢复了这个区域生态的功能，这个包括这个生态安全屏障也基本上建立。然后木里呢，现在也是恢复了这个你看蓝天白云绿草，很明显的大家都能看得见。目前是县政府定了60名管护员，每名管护员呢就是500亩，负责的面积是500亩，等于说是他们是以日巡查来这个每天转，工资是发放的，给他们是专门就负责木里片区的这个恢复区内的管护。九买是居住在矿区范围内的牧民，同时也是60名管护员之一，对于木里矿区的生态变化他一直看在眼里。那三的马路公安呢，那几个车正常的没有那地皮里呢，路灯的路灯应该那大个桌子的地那看应该那个啥单位。但是我的心里我的发生的三个人等下宿命的同时的系统用的话就等用这个下过你的看不看在等呢，用看咱们的用的话就过你东西的他的这个你这个你玩的但这个的这个公你的但是在待遇他看你人的得意这个该等的他三个人的他努力努力接下用他传统的长的里他熟悉的孩子的长你东西的这个人家大瓦克兄弟大但路有个人家接着有个人家这么多人他三度学人这个的人家是个所谓的他的个人的人家可以给救你这么多人家的人跟说的来听见的瓦克所以呢接着送你这个的人家这么多人。随着整治行动的深入，不仅仅是木里矿区，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海西州都进行了生态环境的整改，处理了海西片区3.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74宗矿业权处置，291个问题图班整治，全面改善了祁连山地区的生态环境。目前，咱们祁连山南麓海西片区的33项整改任务呢，已完成了28项，剩余5项呢，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总体完成了海西片区3.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74宗�况业权处置。291个问题图班整治，以及呢草原生态修复、道路水系整治、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建立等11大类的整改任务。通过咱们的综合整治呢，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呢得到了有效恢复和全面改善，极大地提升了当地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